6月20日，46岁的温虹出席某品牌在京举行的高级定制之旅 T 台活动，一身透视装大玩性感。作为代言人，则是获品牌高层全程陪同，并以一袭裸色透视亮片长裙压轴走秀，尽显优雅高贵气质与浓浓女人味。优酷全娱乐整理报道。